游戏玩正嗨，网络不给力令人抓狂。喜欢户外直播，流量资费贵得叫人心疼。想要全家出游，一路 WiFi 随行。还想户外狂欢，一群人网络共享。华为随行 WiFi 2 Pro 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哦。赶紧 get 一下这款多功能小神器的使用姿势吧。插卡，打开设备后壳，将 SIM 卡芯片朝下插入对应卡槽。普通连接，开启设备，查看屏幕上的网络名称及密码，点击手机设置 WLAN， 选择对应名称，输入密码完成连接。NFC 连接，支持 NFC 功能的手机可一触即连。打开手机 NFC 开关，将二者 NFC 区域贴合即可连接。为保障安全，首次连接需修改默认密码。